这个龙膜，把它把蜻蜓。这是眼睛，这是嘴，颈部。这个翅膀，这个身体在这个翅膀的后面，这个不能用墨钩，只能把这个身体请用墨钩把它勾出来。翅膀要用中等红色，尾巴。结节的，这是它的足，啊，有六条腿，画细一点。我们淡墨画的花，红墨画的大叶，现在调中等墨色，和蜻蜓的翅膀，先把翅膀画了。蜻蜓是四个翅膀，先画后面的翅膀，后面的翅膀在前面的翅膀的上面。前面勾一个双线，这里，把他的身体稍稍画一下。画一点点，前后给他留空，这有一个给他有一个透明的感觉。淡淡的摸这个翅膀，前面染一点点。把这蜻蜓的眼睛点一下，要一点点胭脂，蜻蜓的翅膀，分染一下。
好把他的头腌制，啊，依然身体。把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蜻蜓翅膀的叶脉稍稍画一下。好像网状一样。用一支清水笔，来轻轻扫一扫，让线条不是很清楚。加一点点浓墨，把这个蜻蜓的翅膀稍稍勾一下，这前面有一点点，这是浓的，还有一个翅斑。身体一节节的，这个不清楚的这个翅膀的线，稍稍勾一下。一点点白颜色，干净的笔啊，以及点一个亮点，不要太亮，一点点。然后把翅膀。上面稍稍画几个亮点，这个白颜色像水一样，不是很。蜻蜓的翅膀是透明的。